张头先变出这件代志，敢是过欠过我？敢无需要甲大家先参详一下？到底是啥？啥人偷工？要来甲我通知的？我出去厝尾顶，那就是开始报仇的所在。念过老师，我报名后，我送去地府，来阎罗王报名后，我小心被死光。虽然子倩姐看起来足欠卡，啊，不过伊其实足温柔的，无怪你遐这么介意哩。我希望和你一个家，一个温暖又幸福的家。所以子倩，嫁给我，好吗？身上骗50万呀，孙北海，孙北海，你是有够搞哦！咱明仔载吼继续拍拼啊！赶紧想尽办法脱身，我性命真正。要交代在家，从今以后，咱永远袂再见。啊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嘛因为伊不得婚，甚至讲着阮老家甲恁当家冤冤枉枉几十年，还佫阮小妹安一个死，拢是为江道生造成的。我想着无这个出手制裁伊啊！哦，这跳落去第四百八十个就代价发生伫我身躯顶，哦，实在岁月够寸我。嘛，可能我了有法度对抗江道生的法术啦，敢毋是？啊，我卖去，啊，无你去哦。真正是伊呢，真正是伊早对我上盖好个小师妹雷平。